新乡九尾部落的族主人吟唱传统歌谣，因家专工前来探视因的女白族人，在心情的影响下，现场气氛沉重。新乡九尾部落的族主，百年前是四大社群之一，后来在一个时期实行部落移居的政策，以及旧社发生大规模被约定的原因，和当时位在新乡的族主部落瓦解。即阵九尾部落目前还阁存在几大的少数族人。我们这里呢，这种大社废社以后啊，族人呢、越来越少，就仅存的这个九美部落妈妈哈瓦纳，周遭已经都是布农族的部落，大家都有一种失落的那种感觉。我是就是参加这个活动才知道说有这样一个部落。鹿巴族主董雄辉为了要唤起大家对九美部落族族的重视，也借助机会让少年人了解这个部落的存在和历史，因此特别安排了一场历史文化之旅，除了安排当地族族长辈来说明历史渊源，并且也带领大家做会前往老部落来巡经。一方面除了就是说让很多在台北的族人知道说我们九美这个地方有我们有我们少部分的族人在这个地方，那一方面就是联络感情，一方面就是你说就是让九美的部落族人能够有那种感觉，说我们没有被遗忘，我们没有被遗忘，阿里山的没有被遗忘。就是从台北就这样长大，那其实我对部落的了解不深，然后是现在慢慢的才开始就是想要了解对部落的文化，然后还有去教更多的族人这样。为了配合大家唔通袂记哩，在南投县新义乡的九美部落，依然存在着族族，族族的女白同乡会特别前来会亲，并希望日后会当多多举办相关活动，增加交流，也增加社会对着新义乡族族的了解甲认识。记者金木川采访报道。